大家好，今天是八月二十五号周四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今天美股呢是出现了下跌的走势，这应该不会感让我们感到奇怪，因为我昨天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提醒过，就是这个特别是纳斯达克呢已经非常，呃，就是接近短期的一个阻力点。所以今天呢，虽然道琼指数跌了一百八十点，但是我个人认为，呃，这个。 现在下跌要比明天暴跌要好的很多。如果假设说我们连续周啊、呃，周二涨了三百点，周三涨了一百点啊、呃，周四继续上涨的话，那我觉得明天会有一个暴跌。哪怕伯南克斯说了再啊、呃、再鼓舞人心的话，我们都会出现一个短期的一个走低。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下跌呢，是给投资人一个信息啊、呃，就是。 要提前做好准备，继续逢低买入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很多朋友呢啊、呃，最近跟我说啊，沃伦，你认为明天伯南克会说什么？如果没有量化宽松的暗示，大盘会不会下跌？或者说大盘会不会暴跌？我个人认为，呃，怎么说呢？我觉得，呃，我很难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预测央行行,行长的这个意思啊啊、呃。我觉得，如果说 这个量化宽松啊、呃，从逻辑上它是迟早要推出。当然，现在有通货膨胀的压力，包括我们上周的 PPI、CPI 的数据，我们有中国的货币战的压力等等各方面的压力，这个使得我们这个央行呢啊、呃、现在必须有一定的这个谨慎。但是我个人觉得全球经济呢危在旦夕，不推出呢早推出呢要比晚推出啊、呃、要好很多，而且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去犹豫。 既然要去死，那么就死得快一点，啊，或者我们至少给一针打下去，能够起到效果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的图一。 图一我们可以看到的，今天标啊、呃、标普五百呢是触及了这个二十天的一个均线，所以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个啊、呃、提示一个点位，这个二十天均线呢今天变成了一个阻力点，我们依然可能是短期的一个双底的一个走势，当然从这个走势来看，我们明天依然可能会跌向一千一百二十七。 而继续下跌的话，我们将会可能有继续啊、呃、走低的这种风险。但是我个人认为，从基本面来看的话，我们现在各方面的呃信息呢，指向了大盘呢将会低开高走啊，所以我个人继续看好，而且坚定的看涨。很多朋友说，哎，e n 昨天你说坚定看涨，今天就给你一个下马威，说跌了一百八十点。我个人认为，我看股票的话，我不会认为啊、呃、这个啊、呃、短期的。 第二天的行情是我的主要的一个方向，而更重要的是一个趋势。当然，我也会看错。第二张图，啊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纳斯达克这个 Nasdaq 今天是来到了前期一个跳空的缺口，非常的明显。我们今天在这个点位呢出现了下跌。虽然苹果电脑 CEO Steve Jobs 的辞职对股价出现了一定的影响，但是我们今天呢，呃，走势呢还是非常非常的标准。那么今天盘后呢？ 啊、呃，一个社交网络股潘多拉，代号是 P，出现了百分之二十的一个涨幅。待会我会跟大家再说这个，说明啊、呃，无论是 LinkedIn 还是今天的 Z 啊、呃，这个。 房地产的社交网住网络的股票，还是这个 P，都显示出这个业绩呢正在 momentum 的一个上升。我个人呢依然是非常看好这一类板块。啊，我们看一下图三，今天黄金的走势呢非常的标准。昨天我们提示这个趋势线支撑，今天果然在趋势线支撑得到了。 啊，一定的支撑出现了一个反弹，非常可能呢，啊，达不到我说的一千六百一十八。然后呢，我们黄金呢，如果说伯南克不推出量化宽松三的话，我认为黄金呢会转头向上啊。所以这个呢，啊，我们要注意。但是我个人呢，还是保持一种观望的态度。我认为黄金呢，啊，还有可能有继续下跌的一个风险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着重的说呢，今天的大新闻呢是。 啊，股神巴菲特投资了五十亿美金在 Bank America 美国银行。这个消息呢，大概在开盘以后，啊、哦呃，开盘前九点多钟啊推出来。最后 Bank America 跳空高开，上涨了百分之二十。但是由于这个股票前期已经涨幅过大，从六块涨到八块，啊、呃，涨幅已经非常非常多了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出现了一定的获利回吐，在八块钱左右。但是，呃，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的。 中文投资网大牛眼啊，软体呢，在昨天呢已经发现了这个 BAC 这个股票呢，在开盘后呢出现了异常的放大，各方面的指标呢都非常有利于大家炒作。我们也在 VIP 这个股票盘股票实盘啊交易室呢也跟大家说过，看一下图四，呃，图四呢就是这个潘多呃，这个 BAC 的当时我们的一个。 啊、呃，提醒啊！当时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无论是它的交易的啊、呃、被点的次数，还有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成交量的放大啊、呃，都显示出啊、呃，这个 BAC 呢具有非常强的 momentum。所以，我们这个我个人认为，软体都是一样，而最关键是谁在用这个软体。我觉得这个呃。 这些 powerful 的软体对我们这些投资人来讲是非常非常必备的工具，投资人必备必然要利用一个 tool。比如说我们出去打仗，我们必然会有一个啊、呃，有必须具备一个枪械。那么这个枪械使用人，每个人有枪的话，他可能就是有的人使用的非常好，而有的人却不会打枪。所以我个人认为呢。 这个 two 呢是必备，如果你上战场连枪都没有，怎么打仗？那么第五张图呢，我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这个潘多拉，我们今天在盘结束收盘前呢，啊，这个股票呢，我们这个啊、呃、非常强有力的，一种。 扫描的模型呢，发掘了这只个股，所以我，我我个人觉得呢，啊、呃，这个股票呢，在开盘就是、收盘以后呢，爆出的业绩非常靓丽，股价呢出现了百分之二十的一个上涨，那么这个软体呢也提前提醒了大家，所以我觉得这个，呃，投资朋友，呃，在你交易的时候呢，也必须有一个很好的 tools 呢来帮助你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周一再见。